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钱跟电脑是不是？啊，你做的嘛，没错了啊、哦。啊，电脑在哪里？电脑在家中心。电脑是不是？啊，做了没错了啊。啊，电脑在哪里？在哪个家里？在上面了啊、哦。好了，带我们上去拿好不好？东西还人家了。好、哦。哎，等一下。四日接获民众报案，表示其租屋处笔电及现金遭窃。经警方成立专案小组，锁定一名李姓男子，并于五日晚间前往其住处逮捕归案，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